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汽车测评类节目《风格测评》，我是 Andrew。之前呢，我们聊过科迈罗，聊过黄色的非常扎眼的野马，还聊过 RS7， 聊过宝马的 M5。好多人在后台回复说，在这些车上感受到了童年 Dream Car 的感觉，但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平时开这个车出去太扎眼了。那你想，你走到哪里都会引得路人的侧目，想干点什么坏事都不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一改之前的这个风格，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款低调、低调、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小轿车。没错，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款宾利，距今大概有100多年的品牌。1919年的时候呢，宾利以做发动机出名，记着是飞机的发动机。那么到100年以后的今天，他做的跑车也依然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dream car。 在这儿呢，我们要说到是这个牌子 CSCC 和我们的小风车达成了一个助理给我拿个牌儿。这个蹲着有点累的慌，人红了总会有一个助理嘛。 CSCC 超跑俱乐部跟我们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项目，小风车以后关于超跑的系列视频都由 CICC 提供车辆赞助。好，这个广告有点硬。那继续说这款车，首先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车灯设计，很简单也很有特点，就是宾利前面有4个圆形的车灯。在现在各种新车 LED 盛行的今天，它这几个灯没有一个是 LED 的。首先最大的这个中间这个灯是它的夜间行车灯，也就是所谓大灯。外面这一圈呢，一个一个的小灯泡是它的远光灯，旁边这个外面这一圈是它的日间行车灯，而中间那个则是它的转向灯。不得不说宾利做的很复古，很有情怀，但是我很喜欢宾利，就是不一样啊。坐进来先不说豪华不豪华，这个安全带会自动伸出来的感觉，就有一种被英式管家伺候的感觉。把安全带系上，咱们再聊这个车。当我把安全带系上以后呢，它又自动的收回去，把我扣紧。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安全设置。首先，这款车坐进来以后给人的感觉很宾利。这句话可能很搞笑，但是确实是这样。它的空调出风口全是圆的，而且它设计的很有趣的事儿，就是它这个空调出风口的开关是一种摁下去然后再拔出来的设计。很有意思。首先我先把火打着，这时候要说啊，这有2个打着火的方式。第一是很复古的用钥匙打，这钥匙还是很有高级感的。但是宾利这个车的钥匙插孔是在左边，然后踩下去，这打着了。我之前查过一下为什么它设计在左边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在很久以前，也没有多久，在若干年前吧，当他们玩赛车的时候，车手这个计时是从车外开始算的，也就是说预备开始，然后车手跑到车上打火上挂挡走，也就是说你打钥匙这个时间是算在里面的。所以如何让这点时间能节省下来也是汽车商要考虑到的。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了。它这里还有一个自动启停的按钮，刚才我们打着车就不用再摁一次了。那我们具体来说说这辆车，从左往右这个顺序来说的话，你能感受到的全都是皮革，它所有的这些内饰用料全都是皮革。值得一说的是，有好多人说这辆车整车用了14张小牛皮，多么多么的奢华。但最让我感兴趣的反倒是它这个顶，没有天窗的顶。我个人对于天窗没有那么痴迷，但这个顶给我一个感觉，手感太好了。它整车的车顶是用了一整张牛皮，没有任何裁剪的整张牛皮来缝制而成。虽然说不是很环保，不是很善良，但是确实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么再说说前面，方向盘上有很多的多功能按键，包括电话的定速巡航、声音操控等等，这个大部分车现在都有了。但中间这个设计跟以前的车不太一样，有的车可能会比较靠司机这边，给主驾驶的人一种包裹感，或者是你是主人在操控这辆车。但宾利做的呢很中规中矩，但是你可以发现它这一段的线条，这个线条
就像一个翅膀，正好跟它的车标有一个呼应。啊，看见这个 logo 就有一种带你装带你飞，有没有这种感觉？这辆车的中控地方有几个亮点，首先是这块表，这块表并不是它最顶级的那块，但是这块表的价值也达到了1-2万刀的价格。然后往下看，中控地方设计感不错，但是没有什么值得要说的。看这里，座椅加热，这就是后面那个尾翼。这个尾翼会在车速达到130的时候啊，车主告诉我啊，这个尾翼会在130的时候自动升起。但是平时如果你想升起的话，摁一下，它就起来了；然后摁一下，它就降下去了。这有一个底盘升降的按键。刚才我们打着车的一瞬间，通电的一瞬间，这个车是自动起来一点的。但当你熄灭发动机，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它整个底盘是要往下稍微降一点。那很多车的排档上面呢，会有一个按键，一般是在排档前面，你踩着刹车，摁一下那个按键，然后往下拉排档杆。而这个宾利上面并没有，后来我找了一下，它在这里，踩住刹车，摁下去，然后挂档，这就挂上了。不得不说，这个手感还是不错的。对于一个胖人来说呢，这个车辆的坐姿以及它靠背的软硬程度，包括它的包裹感都很重要，因为开时间长了容易累嘛。宾利这款车让我更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带座椅按摩，它可以在你开车的时候就给你来一趟大保健，省钱儿，买这么一个车还附带大保健，不行了，我已经忍不了了，要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它的驾驶感受。首先我要把它的大保健功能打开，走着。这辆车开起来首先的一个感觉呢，方向盘不是很轻，它方向盘稍微有一点点重，但是随着速度的提升，这个感觉又在下降，应该是在起步那一瞬间有一点原地打方向的感觉吧，所以它方向盘稍微有一点重。油门很灵敏，但是一点都不暴躁，不是就像我之前说的，不是那种一踩下去蹭就起来那种非常窜的感觉。那么稍微开快一点，感受一下刹车。刹车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硬的，但它并不是那种老奔驰那种踩下去要么踩不动要么一踩就停的那种感觉，相反它是有一定踏程的。当它踏程达到一定的时候呢，车会根据你踏程的多少来增大刹车的这个力度。现在呢是开着窗户在开，那我把窗户关一下，就会发现世界都安静了。其实这也是因为它窗户采用的是一个双层玻璃的设置，那么在这个隔音效果上就要比别的车稍微好一点。在众多品牌里面呢，宾利一直走的是那种比较优雅比较从容的路线，这跟它整个这个血统传承是有很大关系的。1919年开始，宾利以造飞机发动机出名。后来呢，在1930几年的时候，宾利由于一些债务问题，它被劳斯莱斯给收购了。收购了以后呢，劳斯莱斯就一开始是有倾向性的把宾利造的比它本身品牌，比那个劳斯莱斯的品牌要便宜一点。直到多少年以后，劳斯莱斯才重新又把宾利像性能方面有所提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宾利和劳斯莱斯又双双被大众所收购，然后劳斯莱斯后来又被宝马给带走了，所以宾利现在其实叫大众宾利集团。那么作为一款跟英国王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车，它在风格上始终秉承着英式贵族那种从容啊、淡定啊、优雅的感觉。但是你不要忘了，贵族，什么是贵族？不能被你平民所挑战。所以这款车在保持了它所有优雅设置的同时呢，它的性能丝毫不亚于一般的性能跑车。比如说，它这款发动机虽然是一个 V8 4.多升的发动机，但是它可以通过双涡轮增压将它的马力爆发到500多匹，通常的扭矩也可以达到600多牛米。大概650牛米吧，也就是说，你在马路上看见一辆车，你觉得 OK， 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但当你等一个红绿灯，或者你在后面让大灯闪我的时候，我一脚深油门干下去，不好意思，
不见得谁快。这款车的零百能够到 4.7 4.8 左右，你可能觉得啊，这个车速度不是很快，你上次弄的那个吉普的 SRT 还能达到 4.4 呢。但是你别忘了，这款车可是一个 2.3 吨重的大家伙，你看起来它不是很大，但实际上它还是很沉的。我现在找了一条还是比较颠簸的路况来感受一下这辆车的底盘和悬挂。可以说这辆车用北方话来说挺肉头的，也就是它的震动很柔和，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余震，它只是说晃这么一下，而且很软的给你弹了回来。不会是一款高档车，这个价位有什么可说的。Right outside.